中，蓝洁瑛是飘忽善变的，但是在我自己心目中，我就是乐观而好奇。当全世界的人都说我钻牛角尖的时候，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择善固执。演艺事业曾经为我带来很大的期望，同时亦都带来了很大的失望。在这条路上面，我可不可以做回自己？我曾经尝试在娱乐圈以外走出一条新路，但是不知为什么前路总是障碍重重。要找到一条新的出路，可能需要一个平静的地方来反思一下。阿里山是一个安静而又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。阿里山这里住了很多的周族人，人数有6000多人。周族这个叫法在他们的语言之中是解我们这一群人，他们也是最早住在台湾的原住民之一。周族人依然保留了不少传统文化，在喜庆日子他们会聚在一起唱下传统的民族歌曲，跳下他们有民族特色的舞蹈。我自己好久都没试过同咁大班人一起玩了，以前我对人际关系可谓一窍不通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开始改变，尝试开放自己去换取真正的友谊。朋友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之重要，但是能够拥有一段真正的友谊又谈何容易啊。我以前比较保护自己，亦唔容易同人交心，但系而家我对新认识嘅朋友都会好认真、好有诚意咁对待，因为我相信你得到嘅每一个朋友都系一个恩惠，系一种福分。你们刚刚唱的是什么歌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刚才唱的那个歌是我们的欢乐歌，团结剧的欢乐舞。对，也是团结。但是唱歌的内容是什么？内容就是好像说，歌词。你那就好像说我们听到我们在这边的呼唤的人，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同的跳舞，这样子跳舞。你们平常是做什么工作啊？我们做农的，在山上大部分都是做农。做农？对。种什么？农是也是有的是高竹了，竹子类比较多，竹类的竹类的。哦，对，我在这里每天都吃竹笋。整天都是再来就种茶，还有种蔬菜也有。我们三美社区一小部分是种茶，第一林他们。我也去采过茶。对啊，也采过茶。对啊，我昨天采了两天茶。是昨天表演而已。我真的有采哎，真的有采。我赚了190块。哦，赚了190块，一个小时。对，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算不错了。这个功夫不错，可以留在阿里山当采茶姑娘，采茶姑娘。对啊，我们这边的那个采茶姑娘也是。我有一天看一本书啊，说周族啊，以前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话传说还是什么，说那时候他们砍了一个狗的头，找一个猪肝冻在那边，觉得好玩，跟着就杀了两个顽皮的孩子。觉得砍人头很刺激，哇，我吓得很害怕。那可能这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哈、啊。不是真的。对，我刚刚听你们唱歌跳舞都是很和平的。
狩猎是周族男人必须具备的技能，因为不懂狩猎的周族男人是不会有社会地位的。而且周族人深信狩猎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活动，出发之前都要先行占卜，决定可不可以成行。阿那那是阿那尼，阿那那是阿那尼。以往周族人都会将啲狩猎翻嚟嘅肉用火烤嘅方式保存，佢哋会将啲肉慢慢烤到非常之干同硬。依家呢种方法咧就变成咗佢哋嘅烧烤晚会，而呢一只乳猪咧就系佢哋啱啱打猎翻嚟嘅。半个小时，哇，还有半个小时啊！各位，而家系由大懒猪烧紧小乳猪，而家喺呢度过翻啲群体生活啦，喺山地度高山度唱下山地歌，跳下山地舞，真系别有一番风味。好耐都冇试过咁开心、咁高兴，几啊，几好玩啊，都出一身汗，索下气咁咯。见到啲六十几岁、六十四岁呢位仁兄，大家睇唔出咧，我真系好自惭形秽啊！喺呢度，我结识咗唔少新朋友，我知道佢哋系我可以相信嘅，唔会呃我，唔会出卖我。黑夜过后总有黎明的来临，给人一个重新的环境。只要忘记烦恼，放开怀抱，就可以察觉到，感受到上天早已经给了你的恩惠，就可以感受到真正的自己。有时都会觉得自己挺没用的，即除了拍摄之外，好似真係冇乜用，真係冇乜用。我連家務都唔鍾意做，連最起碼照顧自己嘅嘢我都冇興趣去做囉，唔代表我做唔到啦，但起碼我冇興趣去做，我好少做囉。你自己嘅性格係乜嘢呢？我覺得我算係偏樂觀㗎啦，同埋好奇啦。成日俾朋友話我轉牛角尖，但我唔覺得自己係㗎，因為通常佢哋講我轉牛角尖嘅時候，我個心就轉咩牛角尖啫？乜嘢叫做轉牛角尖啫？即通常人哋講我嘅時候，我就會有呢一個內心獨白喺度噶啦。你點睇以前嘅你同而家嘅你有咩分別？以前比較內向保守好多啦，而家就真係隨緣，識得隨緣咗多啲咯。同埋而家某一程度上，勇敢咗啦。但是做嘢方面，我都觉得我是有少少除咗族啦。喺阿里山呢度，不知不觉已经住咗四日。等阵间我会去一个典型嘅周族家庭，同佢哋一起食饭。住喺呢度嘅周族人系有好强烈嘅家庭观念。同佢哋一齐生活，令我感受到一种好耐都冇试过嘅家庭生活气氛，享受到一种充满乡土气息、乐也融融嘅家庭温暖。这个菜叫什么菜？三芹菜。喺呢一条沙尾村住咗大约六百几人，而大部分都系亲戚。村里面嘅男人大多数都要出外工作，留低落嚟嘅女人咧都会帮下手做下散工嚟帮补收入。其实我又真系几羡慕佢哋嘅，可以甘于淡薄，一家人开开心心、平平静静咁喺呢度过住与世无争嘅生活。由于地势比较高，阿里山呢度嘅气温都比台湾其他地方为低，亦都因此令到呢度成为种兰花嘅一个好地方。呢个系苏生同苏太开嘅兰花场，啲种兰花嘅农民会先喺气温较高嘅地方开始种，例如台湾南部嘅屏东同高雄，
因为那些地方种花会令到它们生长得快一点，然后就会送来阿里山这个气温较低的地方加速它们开花，最后就会拎去世界各地买。做花瓣都是铁丝全部都插完要再上这个啦，然后这个夹子就是原则上就是不要弄到这个关节的地方，它这是生长点，所以我们夹的时候不夹这里，那尽量往上夹，那不可以夹到那个花口，要不然它花开了以后它会往下垂，它把它支撑住这样子，你就是做这样子，剩下的给你弄，谢谢。啲兰花放喺度四个月就可以拎去卖，真系非常之简单。因为较冷嘅天气咧，已经为佢哋做咗大部分嘅工作啦。苏生苏太每日只系简简单单咁巡视一下，如果气温太高咧，就洒啲水喺上面降下温。苏太太你好，我听讲你们以前是种茶的。是不是？对，以前刚开始是种茶，75年的时候是种茶的。哦，为什么现在要改种兰花？我是84年的时候才改成种兰花。那因为当初种茶是看天吃饭，因为需要用到很多工人。那我们这边因为请工人很困难，所以说刚才在一个因缘机下哈，我就改下去种花。那种花以后呢，我们因为是做简易温室，所以不受天候影响。这样子。那么中国是种茶是中国固有文化2000多年的历史，对，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告诉我的，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惜，放弃了、那个？非常的可惜，因为我本身对茶比较有兴趣，因为做茶比较有挑战性。对，刚才我看你弄那些花也是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。哦，不高兴是没有了。他们一年大约可以赚到100万台币，即是26万港币左右。苏生苏太的生活很悠闲，工作又不辛苦，但是赚到的钱又足够养活全家人，实在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。幸不幸福是一种感觉来的，看你自己满不满足。譬如好似以前我都可以陪朋友去 disco 啊，去卡拉 OK 嗰啲地方玩，玩到好夜，嘻嘻哈哈，可以飲好多酒都得。但係如果而家俾我，我直情會覺得難受咯，可能。點解咧？咩心情？因為我會怕啲音樂太嘈啊，啲人聲會太嘈啊，玩到太過唔禮貌嘅時候，我又會覺得唔係太接受咯。而家。即其實你向往寧靜嘅。是我其实比较偏重着重多啲宁静生活多啲嘅。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想做人可以轻松啲、简朴啲、开心啲，但唔知点样可以做到咁咧。细嗰阵最想就做空中小姐同埋教书先生，都有谂过下做明星嘅，但系我最中意都系做护士。在以前台湾被日本统治的时期，日本人就在阿里山这里起了一条铁路，方便他们砍伐阿里山山顶上的资料树用来做家私。而当时帮手捉铁路的工人呢，就定居了在奋起湖这个地方，当地人叫这条小村做老街。住在这里的村民大部分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大半生。阮尽量顾着自然，顾环保，顾客源，顾生态，白笋、白叶、白叶果，自己做的。一步一步行入去呢个地方，我深深咁感受到呢度安逸嘅气氛，而呢一种街坊街里嘅环境喺香港呢个繁盛嘅大城市当中咧，相信都好难可以揾得翻。你住在这里多久啊？60年了。60年啊？嗯。以前是做什么的？是线路的车长。车长。车长。在车站做事。还有退休了。还有没有大一点点的？有啊，这最大的。最大的。嗯。好，我要这双吧。好。在老街越行得耐，我就越觉得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到翻天覆地的时候，老街依然是维持着几十年前的模样。
在距离老家一个钟头车程的新草岭潭，本来在大半年前都不存在的，但是在去年九月的台湾大地震之后，这里一夜之间由一条小溪变成一个大湖。听说以前这里只是一条小溪，后来是大地震变成这样的。哎，没有错，因为这条本来我们把它称为清水溪，那整个呢是因为有地震的关系哈，我们这边哈这座山呢打到对面的山，然后倒下来之后呢，把整条溪呢前面的地方堵塞住，所以呢这个溪水没办法流通，一直整个整个慢慢的整个都站高起来，然后再加上哦。前一些日子的这个雨水哈、哦，雨水哦的雨量很丰沛，慢慢整个、哦、面积都扩大。这边的最深的深处呢是到达50公尺左右。哦，还有我听说大地震呢，那个时候有些人都罹难了，是不是？没有错，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山上的地方，很偏僻的地方。那刚好地震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在睡梦中了。那这边有一个哦，一个姓简的一个简氏家族啊、哦。整个家族哈、哦、有37个人罹难呐、啊，在一夕之间呢、啊，整个都罹难。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个是一个很大型的养鸡场，是从北部下来一个小家庭。那整个呢，他们家里有3个人，然后包括那一整个鸡场，整个都被埋在50公尺底下，没有办法再挖掘出来。这段真实的故事足以反映人生真系几咁无常。呢班原本谂住退居深山嘅人，竟然因为大地震而喺刹那之间人间蒸发。在响度蔡先生带领之下，我决意追寻翻呢班人生前留低嘅痕迹。呢度以前系两家人住嘅地方，而家就变咗台垣败瓦。咦，仲有人开始响度起紧嘢添？呢段水位其实仲响度不断咁升高，亦潜在住危机嘅，所以而家要喺呢度开一条引水道，将啲水引到山下面去，否则后果系会不堪设想嘅。没人知道究竟会不会有第二次的地震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人事将眼前的问题解决，令新草岭潭美丽的景色可以保持下去。给我最特别印象就是新草岭潭那里，那里其实给我 是一个挺理想的环境的，就好像 一个家族有成30多人住在一个这么清幽雅致即是渺无人烟的地方，又有溪水又有山，咁好似好理想咁咯。佢哋有茶园，又有自己嘅事业，但系点知道最理想嘅嘢，即系敌唔过呢个天灾咯。嗯，呢个天灾横祸真系啊，好可惜啊。譬如以前有啲工作机会啦，我就会真系随缘到系接近推嘅，因为冇一样嘢系十全十美。完全理想化噶嘛，咁当我一睇到有啲唔理想嘅地方咧，我就会有啲抗拒，咁我就会流露埋出嚟嘅。而家就唔系咯，如果而家有工作机会，我会尽量去，即系会多啲兴趣啊，主动啲再同人洽商落去咁样咯。又入咗娱乐圈以嚟咧，咁我一路都好努力，希望同自己建立一个好啲嘅形象，咁喺观众面前都有一个好啲嘅交代啦。但系，偏偏传媒咧有某一啲记者咧，就好似不遗余力咁样去即系追一啲关于我哋唔好嗰面负面嘅新闻啊，甚至乎有时系歪曲啊、丑化我哋形象咧。咁希望佢哋可以体会一下，我哋做艺人都有我哋艺人嘅苦况，同埋我哋都系好努力咁样去耕耘，都系希望用好啲一面同观众见面啫。希望大家可以体谅一下啦。